又去找昭君去了，他最近对我总是爱答不理的，怎么办呢？谁叫你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就惹他生气的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把对他那么重要的干花标本瓶都弄丢了，现在他也不信任你了。我不知道吗？我向你把这事情再重述一遍吗？办法呢？这次去三亚不就是你们化解矛盾的最好机会吗？可是新婚蜜月和拍婚纱照的圣地呀。结婚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可以先借着三亚的环境优势营造一下婚姻的氛围，然后再找机会下手向他求婚，成功几率不就大了吗？有道理有道理，走。哇，你这火车站真不错啊，广告牌怎么办？哎，什么火车站，那是 T3 航站楼最大的广告牌。难道你怕坐飞机？开什么玩笑。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再见。你先让我歇下来，我们讲讲道理嘛。坐火车也能到啊，关键是你不要拿生命开玩笑，那青春比明天了，对不对？救命啊！都安排好了，一会儿就营造婚姻的氛围。我去上个卫生间。哎，这里接待我们的何经理马上就到了，你快去快回。大海，我来了。哎，你不觉得经理和小乔关系变得怪怪的吗？哎呀，该不会是经理为了挽回我跟小乔提出分手了吧？哎，我又不追赶。小乔，再过一会儿你就不会对我这么不耐烦。经理，我要嫁给你。小乔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小乔，我们还是去换衣服玩吧，走了。你不尊重点，在海边当然穿成这样，难道穿成你这个样子啊？这么土。不是你说这里是情侣拍婚纱的圣地吗？摄影师都请好了，一会儿就到。经理，记得我们的何经理到了。你这是？哦，接见贵宾嘛，当然穿得正式一点了。好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经理。哦，也就是小乔的男朋友，世人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对了。何经理，你怎么直接穿泳装的过来了？哦，今天陪你们玩嘛，我就先换好了，直接过来了。啊，哎，哇，好巧啊！哇哦，你们好般配哦。什么配不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是何经理。下属不会说话，他们是外表穿着类似一点，不代表内心的爱好都会一样吗？很可能大相径庭嘛。说话太表面，对不起。小乔，请你喝奶茶。啊，哎，是我最爱喝的奶茶，谢谢。哇，咱们俩难道连最爱都这么相似？对不起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我只能摄影师到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的有点晚了，路上刚才有点堵，那咱们现在开始吧。来。那行，大家先一起拍张也行。来，看一下这儿，来笑一笑，来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张。怎么样？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来，我看一眼，看一眼。是不是水平有问题？我找你来跟我和女朋友拍照，你干嘛老拍些不三不四的？怎么你请我来的？废话，
谁跟谁是一对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么明显。那也是。好了好了，别看男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看他们俩多般配啊，看那照片，拍得多洋气，多有欧式风格。我要多拍一些拿回店里当洋片呢。你这样我恐怕就很难付你钱了，今天。你能拍到这么好的模特，我倒贴钱都干呢。倒贴钱都干？你到底有没有健全的人格呢？你不看好你。来，两位久等了，咱们接着拍。来，看哪儿来？旁边那人干嘛呢？让开一点好不好？谢谢，就当帮个忙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看哪儿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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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。我比他有素质，我要忍。毛阿敏，哎，看着点脚下好不好？踩死我了都！踩死你！哇哦！啊！哎哎，你让我进来，你干嘛？何必呢？何苦呢？天哪！哎，他妈是注意你的形象！哎，让他去了，你以为他真敢收拾那小子啊？我不敢，松手！他真的去了。姓何的，你太不要脸！你看我女朋友玩得很开心是吗？把我当空气是吗？你没有听说过跟我斗，我很快活，你很快死吗？放开他！他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像在唱歌吧。打球。要不是顾及公司之间的合作，我早就投给他。不就是沙滩装吗？我也有啊。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生一对。人呢？我的爱。喂，经理，这边公司莫总亲自开直升机来接我们了，怕是加成，所以我们先一起走了。在月荣庄，你快点来吧。你好，我是 Waiter，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，需要帮你停车吗，先生？Oh yes, sure, of course. 本台剧，阳春三月，莫氏集团迎来了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并举行会谈。会谈始终在一片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，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广泛的共识，一心一意抓项目，聚精会神谋合作。期间，莫总对来宾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。北京来的客人就是不一样，气质高端，衣着得体。会后，莫总与来宾饶有兴趣地拉起了家常。小何，有没有陪好我们的客人？我看你和这位陈小姐的衣着和气质都很般配，陈小姐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会谈中，大家积极踊跃，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你看人家是有男朋友的，我这样不太合适吧？天生的一对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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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讨厌你很久了，你太不尊重我了，别会沟通。